倾下偈先。哦，哎呦，哎呦，你知唔知好多男人恨我呢下噶，大佬？你嘥气啊你！哎呦，我心都软晒真系。系咩？喂，啱讲紧咧，你长声系大碟咧，个名好长啊，嗰十六个字咧。十八啊！十八咩？唔系十六咩？哎呀，你有冇做功课啊你啊？头先有个人话你四个字四个字就背到噶啦，咁我咪十六咯。你的嗱，你讲多次啦，头先个 fans 好劲啊。边个？你讲多次，唔该佢大碟名叫咩名？哇，好叻！是啊，好勁啊！同埋我好少男歌迷嘅，所以有啲男仔可以背得出個點名，真係覺得好犀利。唔係好多男歌迷呢度，男男女女都有喎，冇分喎。係咩？係咩？係咩？嗱，男仔俾啲聲嚟聽下先咧。好啦，女仔俾啲聲嚟聽下先咧。哇，係一半一半。嗱，好明顯女仔係多過男仔好多㗎啦。係啊，喂，點解叫大碟個名要咁特別咧？咁啊，其實就引起咧。就冇辦法熄滅嘅呢一團火，就諗起呢十八個字啦，就用啦。咁寫詩嘅人咧，通常咧一寫咧就好難，就好難撳住自己心裏邊嘅嗰一把，嗰把詩意嘅刀嘅。即係作曲咁一作咧，成個 melody 就噏住出嚟嘅，飯都唔食咁樣噶嘛。係啦係啦係啦，唔好嘈住我，諗埋少少咁樣噶嘛。係啦，咁其實咧就係講真嗰句咧，就係其實喺我。比較低潮的時候咧寫嘅呢一句句子就係、是、你的完美有點難懂，並不代表世界不能包容。咁咧嗰陣時咧我就覺得自己係一個比較冇自信嘅人啦，咁啊冇乜信心啦對自己，咁就一路都覺得喂個世界冇理由係咁嘅，我生出嚟一定有啲嘢要做㗎，冇理由嚇日日起身刷牙洗面做嘢，夜晚瞓覺嚇。跟住就沖涼瞓覺，又一日啦，又一日，咁冇理由噶嘛，一定有啲嘢噶嘛，做人。咁我就喺度諗，我哋每一個人雖然都係有自己嘅缺點嘅，雖然都係有開心唔開心，但係預期要諗到自己咁唔完美，不如換一個諗法啦。我哋其實都係完美嘅，只不過係有別人唔理解我哋嘅地方啫。咁我就寫咗呢句説話去鼓勵自己嘅，其實就好勵志嘅呢個故事，阿 Q 精神嘅。其實咧，我成日都覺得我身邊啲朋友咧，個個都係性格巨星嚟嘅，個個都麻鬼煩嘅，但係每個人嘅缺點咧，加加埋埋咧，就係配合咗我嘅優點啦。我就最中意佢哋麻煩嘅，真係咁喎！即係每一個人咧都有佢嘅 character 噶嘛，有佢好嘅，有佢唔好嘅，咁呢個世界先至包容噶嘛。同埋好似將每一個人嘅凹凸咁樣即係。以一個大的構圖咁樣去睇啊，咁樣先靚噶嘛！即係如果個個都係完美，個個都一樣嘅話，就冇咁好玩咯呢個世界。其實我成日覺得咧，呢個世界咧好似個砌圖咁啊 ，puzzle 咁，每一塊咧都係凹凹凸凸嘅，但係將佢個個凹凹凸凸拼埋一齊嘅時候，就是、一個好完美嘅圖畫嚟㗎啦。是不是很詩意咧？突然間覺得成個人詩意咗。大家靜曬。喂，真係。好彩今日唔係好凍啫。係，如果唔係大家，如果唔係真係凍喺度啊！真係。喂，啱啱出咗新碟啦，係啊，喂，成日碟都係國語歌嚟嘅喎，係啊，點解唔少少廣東歌玩下咧？因為我諗住下一隻先做廣東啊嘛，大家係咪好期待先？係啊，yeah 咁啊下一隻即係自己喺度盤算緊，究竟應該出英文啦，定係廣東啊咁樣嘅？定係廣東加英文啊？都可以嘅，都可以嘅。其實因為而家又獨立音樂人啦，即係又可以自己即係開咗一間唱片公司，咁即係點樣玩都得啊嘛。咁所以幾時出碟又幾時出碟，想做啲咩又可以做啲乜嘢。咁所以而家個玩法係好自由嘅。咁啱啱上一張你的完美嗰張專輯就係全國語嘅，咁就係一次過可以呈現曬我自己內心即係想要呈現嘅好多畫面啊歌詞，因為所有歌詞都係我自己寫嘅，咁我自己即係我自己覺得寫國語歌詞嘅時候係流利啲嘅，因為始終廣東嘅歌詞係比較難去廣東話嘅音，廣東話嘅音係難拿捏啲嘅，咁所以國語方面我係比較容易啲表達自己嘅內心多啲。會唔會有關你喺台灣又去得多啦，又住咗排啦咁樣？喺國語諗嘢會即係用國語去諗嘢多啲咧？會國語諗嘢會有一個唔同嘅思維咯，其實好似個人會文藝啲咁樣噶嘛，係嘛？文青啲咯，喺台灣住多耐，唔知文青到藝文青啲咯，我睇書又多咗，睇書又多咗，寫嘢又多咗咁樣噶嘛，喺台灣。其實唔係多好多嘅啫，同喺香港差唔多。不過感覺咯，不過個感覺咧，我其實自己幾中意飛嚟飛去嗰種感覺嘅，即係我中意香港有一半嘅時間喺香港，一半嘅時間喺台灣，咁就唔會覺得成日都喺
同一個地方，有一種困住嘅感覺咯。台灣好近啫，個零鐘同入天水圍差唔多，翻出嚟啫嘛。所以其實是挺好的。我們經常都覺得 Air Supply 經常來香港開演唱會，因為他們住在屯門的嘛。是嗎？是啊，我經常都有一個有一個這樣的 conspiracy， 有一個陰謀論，覺得他們應該住得很近。很近，或者很喜歡香港，香港都買了樓的，還升了。或者是深井這樣的。喂，說到買樓，最近有一首歌是講地產的。是啊，其實是講賣空氣。是啊，賣空氣。是啊，稍後都會唱的。是，有這樣的概念呢？因為呢，我有一天想淘寶喎，大家睇下冇唔認啦，大家都會想淘寶去 shopping 噶啦，依家係咪？係啦，咁冇人出聲啊，冇人出聲，但係大家都點頭係咪？冇人出聲，但係大家都點頭。咁喺淘寶咧，你發現係可以買空氣噶，係咩？係啊，你冇 check 過冇喎，買空氣啊，係啊，買空氣，冇錯啦。咁係可以買到乾淨嘅空氣，咁唔知嗰啲空氣有幾乾淨啦，個 purity 有幾高啦，咁但係。何需有空氣去賣呢？咁就引發咗一啲思考啦，就係覺得一定係因為啲空氣唔夠乾淨，你先要買空氣嘅啫。咁但係如果空氣唔夠乾淨嘅時候，就出現一個問題啦。啊，究竟啲空氣嘅價值係幾貴呢？所以有錢人就呼吸啲純啲嘅空氣，係啦，窮啲人就普通啦，普通空氣係啦，或者再窮啲，窮到一個仙都冇嘅人就冇啦，冇得買空氣啦。咁我就只能夠硬食。就吸而家現有嘅空氣啦。咦，咁咪好慘？咁咪好似即係而家，譬如香港嘅土地供應不足啦，成日都話。咁如果好窮嘅人，咁咪要住咁細嘅屋咯。係啊，冇得揀㗎啦。係啊，就算其實而家好有錢嘅人都係住咁大嘅屋嘅啫。係啊。咁你就會發現唔係咁嘅喎，其實啲土地應該是大家享有的喎，係啊，就是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咯。咪就係咯，咁所以我就會有見及此咧，就寫咗一首叫做《賣空氣的人》，去即係提醒翻大家，哦，其實呢個係唔係一個我哋應該去 realize 應該去諗嘅一個問題咧？係，我成日都諗香港啲嘢越嚟越貴，真係貴到呼吸都要俾錢嘅啦，就嚟。係啊，係咪先？乜嘢都咁貴，咩都咁貴。啲樓咧就唔係賣俾我哋住嘅，好似啲樓咧，一尺都1000萬都得噶啦，都係賣嚟炒嘅啫嘛，幾多錢幾大冇所謂。好多空殼噶嘛，其實好多空殼嘢係。水又貴啦，水又唔知有冇毒啦。係啊，要買啲貴啲嘅水嚟飲咯。係啦，即係空氣都要俾錢嘅啦。冇錯啦，係啊，所以大家要珍惜我哋喺身邊擁有嘅一切啦。係啦，同埋發現社會好多嘢都係好多唔公平啦。冇錯，要關心一啲真係。冇我哋咁好彩嘅人啦，咁樣咯。我發現其實有一個，即係譬如我哋而家成日講到咁遠啦，又話啊啲空氣又貴啦，啲土地又咁貴啦，咁啲水又貴啦，咁我哋可以做啲咩啫？咁咪都係坐喺度聽歌，即係好似好被動啊呢件事。但係其實唔係嘅，我呢幾日喺度諗，我諗下，其實咧係從你每一日做嘅所有嘢咧，你俾啲心機去做咧，已經會有好大嘅分別嘅啦。就係因為咧。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就是因為我這幾天去了北海道滑雪，然後我叫我爸幫我餵貓，我就回到家裡就看到，哇，我的貓兜呢，整座山那麼大的貓糧，我就覺得，哇，如果我是一隻貓，我看到這麼大兜貓糧，我都不想吃了。但是為什麼呢？是不是你爸爸懶啊？整兜就在那裡自己搞吧。我就是覺得他沒有用心去餵我的貓。我覺得餵貓都要用心啊，用心，即係用心去餵，即係啊，佢食幾多咧？我要諗一諗，佢應該一餐會食咁多嘅，咁我就倒少少落去俾佢食，咁樣先至係一種活學活用同埋餵貓的道理啊，就覺得可以用喺做人嘅道理上面啦。即係做咩都要有 heart 先得。有 heart， 我覺得有 heart 呢一樣嘢係會成傳落去，同埋係可以影響到身邊嘅人。好，大家覺得 Alan 啲歌有冇 heart 先？好啦，咁啊交俾你哋。我見到有人聽到眼濕濕啊！咁你哋聽歌都要有蝦先得噶嘛，係咪先？咁我哋就交個台俾。好啊，好啊。Alan 啊。好，好，好。但係唔緊要嘅，我覺得餵貓呢啲嘢咧就慢慢，老豆嚇，我哋慢慢一步一步嚟。下次咧我就教你點樣餵佢哋食貓罐頭。因為咧，佢哋餐餐食乾嘅貓糧都唔係辦法，我覺得。咁啊，下次我哋就開啲貓罐頭啊，跟住開始教下佢哋點樣食啲貓嘅 snacks 啊，咁樣。因為做人咁樣先至有樂趣噶嘛。咁啊，慢慢識得用 heart， 即係用心去做每一件事。
其實連呢啲咁簡單嘅事都係會影響到身邊嘅人，我開始慢慢發現啦。我哋試下今日帶俾你哋嘅第一首歌叫做《我們的皇冠》。说从前，镜头二，我不再哭红眼，镜头里去掉疤伤的眼。醒过来，满天花飞如烟，醒过来，管他妈的危险，抖抖肩，三个最爱的和弦。我虽然虚度了白天，迫不得已爱上了关门，乱写的字乱中带感，耐心等不拖不欠。但那风不再动，云不飘，只要爱过的心还在跳，还有一晚的理由继续就知道我的皇冠仍然和其他。一切不能从前，还有你此刻万物缺也。开不了的门外有风险，开不了的心有些纷乱，抖抖肩，看个最远的圈。我虽然虚度了白天，迫不得已爱上了关门，写的字乱中带感，耐心要超越谎言。恐惧就像一朵花，凋谢之前总过了自责连绵，越过了哭喊的夜，数不清拳头上一剑。任那风不再动，云不飘，只要爱过的心还在跳，还有一晚的理由继续就知道我的皇冠镶满了微笑、yeah、我的皇冠让满了。大家发现呢旁边的画呢是竹之毛的水画的，光珠刷的。
我们的皇冠。啱啱咧去完北海道滑雪啊，咁我第一次滑 snowboard， 咁啊发现哇北海道真系一个好靓嘅地方，原来落雪嘅时候，因为佢同冰岛啊或者加拿大落嗰啲雪好唔同噶，好污糟啊嗰啲地方落嗰啲雪，咁但系北海道咧就系、是、哇软绵绵噶，原来落嗰啲雪同埋即系好靓好新鲜嘅食得嘅嗰啲雪，咁但系我冇食啦当然。咁係同埋第一次玩 snowboard， 咁就哇，原來好痛噶，搭落嚟。但係搭下咧，就發現好似搭醒咗個腦咁樣，喺一個好凍嘅地方搭醒咗個腦，就覺得啊，呢一項運動真係一項好似會令到個人越搭越醒，因為人越大咧就越怕跌啊。咁你越怕跌嘅時候，你就會用好多嘢去撐住自己。咁但係喺雪裏邊嘅時候，原來你不停咁樣跌低再起翻身，因為你跌低完又要爬翻上個山度，再上過落嚟，再爬翻上個山，再上過落嚟。呢個過程裏邊咧，你會發現除咗好玩之外，唔怕跌嘅時候，其實就係最好玩。咁我翻到嚟香港就覺得，哇！原來我好耐都冇試過嗰種玩到唔怕跌嘅嗰種感覺，同埋越大應該，因為你有嘅係經驗啊嘛，你有咗經驗之後，你應該更加唔好怕跌，你應該擁有更多唔同嘅學識，去話俾自己聽唔好怕跌啦，你再去衝得遠啲啦，再去啲。不同的地方再跌得更加深，这个就是我来紧2017年的愿望，送给你们还不够远。只有一段距离，但也不远。放弃跟着那步车都有点迷离，好比荒野。闭上双眼。前的迷恋是场泡影，哦，掀起了一场风暴后你的心愿需要睡眠，不要张开双眼才发现。是个平面，爱上的反面是快乐，还有另外一个存在的画面背着自己冒险，是我要的情节。只管去也冒险，
段距离，但没有界限。Thank you。 好，跟住嚟到剛才我哋同何兆基一起講嘅賣空氣的人，冇錯，即係大家都見到尖沙咀今日超多人啦。剛才我都係搭地鐵過嚟嘅啫，因為過海實在太多人啦。咁喺搭地鐵過嚟嘅時候都覺得哇，點算啊？呢個世界咁多人。我又冇能力令到人口減少，我諗大家其實禮拜五六日嘅時候都心裏邊一定有咁諗啦，可唔可以令到人口減少啲啊？唔出街咯，只能夠咁唔出街又會口臭噶嘛。學吳經理成日話齋，三日唔出街就會口臭噶啦嘛。咁但係我希望有一日我哋嘅乾淨嘅空氣係會足夠俾所有人去呼吸，賣空氣的人。这一片朦胧，有残缺的空洞。地狱上放任我们吸着氧气，瞳往海里钻动。自命不凡的情，张开武魂，抽干了空气后变得多凶残，买不起。的我只剩下四分十秒的歌，是不你弹琴的他用最贵的价钱贩卖的污染，有利益换比民族香，再用什么填满？水和土地、树林、空气，通线上下个牌，没有责，没有人，没有命，最终没有人活着离开。自命不凡的情更开无关，抽干了空气后变得多凶。我只剩下四分十秒的歌，是不你弹琴的他用最贵的价钱贩卖着污染，用利益换比民族香，再用什么填满？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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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嘟嘟嘟嘟嘟，废弃中章，买不起氧气的我只剩下两分不到的歌，吃不腻弹琴的他用最贵的价钱贩卖。
脉突然有灵魂比命出现，天色被谁贪欢，我想問呢，在座有沒有人有買到盧海彤剛剛今年出的2730吉他書啊？哦，好少咗喎，那未買嘛，那些人咪有機會買到啦。你們好好彩啊，因為呢我們聖誕大酬賓啊，我們有一個8折的優惠啊，在這個禮拜啊，還是下個禮拜啊，死了，忘記了，我一會上 Instagram 看看先，大家可以上Rock Mui R O C K M U I I I 嘅 Instagram 或者盧海彤嘅 Facebook 嗰度可以得到更多嘅資訊噶，就喺咧我哋 Rock Mui Shop dot Ticktail dot com 咧嗰度就可以買到2730嘅吉他書噶啦。咁同埋有其他嘅周邊商品咧，都係有8折嘅款待嘅。咁咧就係、是、我耐唔時咧就會喺 Facebook 嗰度會開一啲Facebook Live 啊，就會教下人哋點樣彈我的歌啊，即係新碟的歌啊，或者舊碟的歌啊。不過其實咧，可以即係公開咁樣，即係大家可以投票，譬如你哋想學啲咩歌啊，就可以話俾我聽。咁我學咗之後，我可以上網教翻你哋點樣彈都得嘅，好唔好做呢件事咧？係咯，嗬，多啲嘢玩啊嘛，係嘛？我媽第一個拍手啦，係咪？係咪？好啊，老太，嗬，好啊，好，好啊，好啊，咁啊。這個是我挺開心的，因為剛剛之前呢 Vicky 在網上有告訴我，有一個女仔自己都撿了《無核》這首歌的吉他，跟著拍了她，彈了她，拍了她，放了上網給我看，我都覺得哇，她彈得很厲害，因為都不是一首很容易彈的歌，所以其實將自己的作品即公諸於世的時候，可以影響到大家都會想學這件事，令我很開心的。送给你这首歌《无核》。角的脸型，我凭着气息逆着河流的冲击，雾中的多样炫目又数不清，潜入水底每个画面陌生又熟悉，这新的世界叫我爱恨不分，是我们对生命的热爱，毁灭了太阳的光过后更多自在，
目不暇接，却怎么有点感慨？应该是太难消化的美好澎湃。世界也保佑我们新世界，世界新世界也保佑我们。一定是我们对生命的无奈，毁灭了自己的光辉或发问惊呆，句子唱得不像句子，无何有害，我目不暇接，却怎么还是感慨，只怕是太难消化的美好澎Thank you. Then, in the next two songs, I want to sing a little bit of a special song. Actually, I don't like singing this song when I sing it live. The last time with Lim Gia Yin,在上一次花的那個展覽，井上有一個展覽又唱了一次。那這首歌是說蜜蜂的，那蜜蜂就有很多特性，也都是瀕臨絕種的動物，那我們要好好珍惜。留意歌詞啊，耶！我寫的，今天唱的所有歌都是我寫的。哎呀哎呀 风在花儿上飞，我便爱上它气味，花流动我心动，阳光落在你手上，我便爱上那道光，我不懂是真是梦，还有几张脸没亲过，还想被你一语道破。曾经是你的空杯，害我爱上你为累，我不懂是真些誓言没说过，还能被你一语道破，
错，把我吞没，请牢牢记住每一个闪烁，经过。送给每一个花心的人。想有花，突然就会开出晶莹下昼。有鼻有舌议论，破损受伤经常有。再离下有伤，突然落到心中铺平内疚。就发怪的梦。就算尾巴独角不罕有，若没有人选你，就别靠人保佑。用鲸鱼浮出水的温柔，做美好的手。着能
走，就干怪的事，就算未把独个还原。若没有人选你，就别靠人保佑，用白石盘于草的温柔。一样咁温柔，多谢，多谢卢海彤，今日好劲啊，好嗨啊，系啊，喂，其实咧嚟紧咧，你会唔会有一个自己嘅 concert 咁啊？香港？我都想啊，我都喺度谂紧，嗯，我会谂下噶啦。因为上次啱睇完啦，仲觉得好好睇喎，上次又黑又白嗰个咧，系啊系啊，我觉得哇，劲精彩喎，咁你有冇再搞啊？2017会唔会有呢个计划啊？2017其实有嘅，我哋头半年系会有谂紧噶啦，我会谂紧一啲细嘅场地，可能自己做一个。吓，点解拣细场地咧？大都得啦。哎呀，唔好咁贪心啦。哦，上次大都几好睇啊，几 high 啊。大又好睇，大有大嘅好睇，细有细嘅经营噶嘛。哦，细啲会做几场噶嘛？细嘅做多少少场数系啦。诶，咁啱啦！如果中意佢嘅细场，可以睇多几次咯。大家会唔会睇先？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大家 会先。大家最紧要咧，最紧要咧就今晚咧就 forward。我 Facebook page 俾大家知道咧，而家Rock Moon Shop 咧就有 Christmas sale， 咁就可以去貨。最緊要係咁，係咪？好啊，我都想聽先。你今日生日喎，係咩？等我送個生日禮物俾你先。冇錯，你今日正日啊，何小姬正日生日喎。係搞到好尷尬，幾廿歲。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最開心嘅。Happy birthday to Gigi. 多謝啊。Happy birthday to you. 你睇我啲走音走到，難得阿妹同我和音，我自己都走到咁。好。好，多謝曬大家，好感動啊！你又靚，你又靚，我都邊。一人嘴佢一啖。喂，呢張相可以叫我 keep 翻，我做 Facebook 嘅 profile pic。喂，大佬，啊！喂，多謝你啊！哎呀哎呀，你知唔知幾多人恨我呢一 part 啊？真係，好彩咁講啦。幾多人恨啊？真係。幾多歲啊？幾多歲啊？阿叔你年紀，我 Facebook 寫78啊，知唔知？今日有人問我，乜你七啊幾歲嘅咧？原來我一早 set 嘅時候咧，就冇改到個冇改到嗰個年齡啊，就 set 咗70幾。咁啊 set 70咁咯。你講廿年前你開 Facebook account 嘅時候係嘛？即係我仲讀緊中學嘅時候。係啦，咁差唔多係咁樣咯。唉，阿叔我幾廿歲都唔想提生日嘅，但係有兩位靚女喺度喎，多謝曬大家。好嘢，生日快樂！
祝大家同一樣啦，身體健康啦，乜都笑一餐啦，咩、啊、都嘻嘻嘻嘻搞掂曬咪得咯，嘻嘻嘻，最要開心，最緊要開心，最緊要開心，用心去開心，所以有黑做嘢有黑，玩又開心，咁就搞掂啦，冇錯啦，人生都係咁啦，冇錯啦，係啦。好，今日多謝盧海棠，多謝何兆基，多謝 Jules。多謝海港城，多謝鍾舒淇，多謝鍾舒淇，同、yeah. 埋早前嘅 Another Kitchen 咁樣啦，三個單位，多謝曬大家。